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王者荣耀的游戏视频了。今天用的是妲己，然后我方今天是由网友介绍参与的是刘邦一起邀请玩的这场游戏，这场比赛吧，匹配赛。啊，对方有钟馗，还有个史诗，为什么有个史诗？感觉朱武那个叫什么雅典娜不怎么好运呢。很脆弱，打克隆战打了好几次都输。来到王者荣耀，有人的命令，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为什么会痛苦？一直微笑就好了。战斗技能烂，一次技能之后，直接定格，不看技能了。这李白什么鬼啊？保护我方，李白。孙悟空还冲，我要都没技能。再打一下 ，OK， 反正就有了。那就把那个冰雪给他吃了。这样就不去血，血又补回来了。请求支援。哎，谁又在试我？对方在这里，你还想干嘛？换二技能是吧？换，再换一个锤我，一技能二次。对你又怎么样？补血太少了。为什么会痛苦？就开始换一技能第二次了，嗯。这样扫射他血就比我少，再来一波，再来一个三次，我就等二技能或者一技能都录下。好，这下你给我再来。糟糕！哎，没耍过去，我要想开大招的。你懒，错过一次机会，你在干嘛？刚刚是开玩笑，都看大招了，你真的是不够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打他两下，浪费。这个真是两难。
我们今天下了一个你好动。知道你要换什么技能，肯定要跟你保持一段距离，远离草丛，要不然他一定能会刷到我的。这不服从躲在这里，你卡了是吧？卡了是吧？这是最好的抢人头机会，别走。太强了，他是应该是卡机了，掉线了还是怎么的？就这样送我一个人头，太爽了！一下还有个血刺，完全没下头都没有都死了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掉线，还抢一个人头，还是掉线了，这个时候好机会开塔。一路拆上去，我这个拆了一排就不会直接撤。哎，不过对方下午的没有跑，是来送死的吗？打不完了。哦吼！我好痛啊！救命啊！刘邦啊，要不是刘邦及时行动的话，我就没有行动。没有心就不会受伤。他给他个赞。去哪里？你先跑！啊，你这雅典娜的刀实在是不行啊！换个大招，人家都已经跑到离开人家万八千里了。请求支援！干你妈的支援完了！刚才救我一次，我也来救你啊！可惜我没有传送功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. 满血了。默默哀悼一下，有人去散落一下。我这边又来两个，三个有点吃不消，现在就一个是一个，我只能搬到这里了。哦，这里该有危险了。远离危险区域，在上路人能偷我的，上路人偷塔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对方三四个都在下路，优先退塔。哎，想拉我没那么容易，进过你了吧？你还进来？一半的血打掉他一半血，这边下面就两个，你还想干嘛？你想勾我？哎，勾不到，勾不到的话，这个钟馗就没什么作用。再进一下，一个大招，浪费一个大。还在这里啊！开始撤退，死都不肯放过我是吧？一直追着我，哎，糟糕了！一次有什么用？抓住我，我还有闪现，我要去逮这个项羽。哎，他怎么血这么快？怎么？哎，这个人，哎，快定住他！笑你烂蛋！
刚才跟我耗了那么久，这下总算是解决了一个，抢了一个人头。你打底就要猥琐一点，来时刻注意一下，定住他，哎，没定哪，我去下路，你又想干嘛？又想飞我？先撤，坑。你这是这个蓝 buff 怎么老追着我？呀，小心钟馗的钩子，钟馗要被围殴了，过来就死了。哎，我还想抢一个钟馗，没抢到被击杀了。对方就补一个特殊的来，你上来了吧，太好的机会了，对方人少一个人，嗯，李白是不玩了，不是我跟着对方墨子不玩了，这样子地方少人，我说怎么打的，打得挺顺畅，是四打五，那地方也是遇到坑，但是遇到的应该可以挂机的呀，可以跟着一个队友跑对吧，他们怎么没设置，没有让他跟着跑，没事，他直接弄输了，认输前先打一个